喂，兄弟，你是不是对这女生有意思？哎，也没有那么喜欢吧。哎，真的吗？那你为什么每天看着抖音傻笑啊？兄弟，那体温上升38.6度，对你一见钟情，相中了毒。你像树叶花藏在那深处，走不出来的像拽扁的木。能不能随意？上的书包也碰巧遇到你，至少也假装对你没看见，跟你过来和我搭话。 Oh my god, oh my god, 假心我吧，我不会这么离吧，假心我吧。体温上升38.6度，对你一见钟情，相中了毒。你像树叶花藏在那深处，走不出来的像拽扁的木。能不能say you在一起没有秘密，我不是故意让你生气，留下足迹。저때지고싶지않아널가둔게방이라는걸다시해가뜨기전까지품에안겨잠들어주길我不能把爱都挂在嘴边，对你说的承诺我会兑现，我怎么能不说出口。松了太多事变通了，心脏在跳动着，我为你心动了。时间就纵容我潮红的像花朵，没有了你的我日子要怎么过。某一瞬间仿佛来到平行时空，不是这个春天，而是在生命之中。看着我倒退了，好像是喝醉了，都说我憔悴了，爱你我后悔了。体温上升38.6度，